对啊，我觉得就是它还是可以做内部的调整，调整到你最佳的游戏的流畅度哦。所以说其实不用担心，不要烂到靠边，那基本上是可以玩的。如果你有画质上的疑虑的话，那就直接玩 PS4 或 Xbox One 就好啦。吓 到这样子。Perfect timing. Now we're starting to act like a team. Ew, you like flirting with me? Knock it off. Get in the car. 好好冷静哦，这刹车超冷静的，自己吓得要死，差点出车祸。我说啊，57000啊，57000可以做什么啊？哦，进来了。大门已关。闪怪用。All right, just you wait, you big bastard. I'll drag you all the way down. 以我现在的进度大概到哪里了，紫雷尔？你觉得嘞？你不是已经破关了吗？我们的进度到哪了？会爆炸哦！有20章节哦，我靠，我连10章都还没到嘞，碎哦，很可以。嗯？好像在第几章？第八章，还有10个章节要过，棒！8小时够，听说全破要15小时。Never stood a chance. 就看你有没有尽全力往前冲吧。我个人是会在中间绕来绕去啊，找东西。你有试过砍几怪？砍几下怪会死吗？没有试过，完全没有试过。嗯，往上。哦，会有平台这样子哦，是给。
射不到。靠，要按错了，捏捏秀。声音哦，什么声音？触手哥来了。这些管道宛如贯穿整颗盔甲，运送整个人类身上的血液跟着血流，让它带你到深入魔术，但注意一进去无法回头。进去了就无法回头是吧？哈，好，靠到底。每一代都是20张，所以也没改过。没有啊，几张其实也不算剧透啦，我只是想要抓时间而已啊。单纯想抓时间，没什么。敌人太多会往下掉，哪招啊？所以说要快速清敌。喵，被烤到了。结果我掉下来是成功还是失败啊？太重了。打太慢了。What the？ 起来！被虐了！吃吃！啊，如果成功会怎样？拿到东西？活了，
因为那个上面那边好像有东西可以拿，不要打太慢了。GG 了，随便。哪里？Going down is the only way, huh? Go 这里。哟，佛地魔，残牙塔，体悟心灵祥和。死掉了。3142，就官方给的是3145、3145。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欸，照理来讲不是3142、3145吗？为什么他那个倒过来啊？时间轴怪怪的欸。对啊，感觉这样有点说不过去吧？时间轴有点不太对吧？安安你好，这什么？哎，阿志好眼熟，嘿嘿嘿。居然这边叫不到计程车啦，哦，叫不到我们的车子啦，只能用这个了啦，好不好？怀旧你，怀旧怀旧。嗯，移除当前的武器。焰铁拳，这还不错。卡普空游戏我只会玩《恶魔猎人》，然后它还是有其他游戏不错玩啦，哎，可以多尝试一下，是不是？我们现在有30000，完了没得血，留着好了。要打魔王了，真的假的？差不多2年了，
没关系啊，这个打完我就先暂时关台吃个饭，吃饱再来开台，好不好？哎、欸，今天把它结束掉。好，我先就是把这个网打完。哎、欸、呀、啊，路在哪里 ？Hello。哦，这边。然后把吃饱之后就来开台。靠腰居然是盾。完了，我这种预感，他又要掉下去了。No！ 我又掉下来了，哎，烦死了，没伤害啊。被砍到了，恶灵古堡，恶灵古堡也不错啊。哇，手臂全部被我用完了，我有打这家伙，手臂把它用光光了，有点哭哭啊，难过。啊，路在哪里 ？Hello， 对。超级不明显。不是但丁啊，换人了。尼禄啊，但丁变成配角了，但是也算是有占一席之地啦。欸，但丁现在目前就是变成配角的身份。从四代开始，但丁就已经是配角了。四代的主角是尼禄，然后五代也是尼禄。不过待会但丁也是会出现啦，后期也是能够操控但丁的。我看那游戏画面是有操控但丁的成分在啊。爸爸还我手来，我女朋友不见了。我们只好再去路上找一些女朋友捡一捡了，是不是？
捡一些别人不要的女朋友。哦，你看后面掉了一个女朋友，捡起来，捡了。好的，是脉冲，这个叫做绿色的女朋友。我们有绿色的女朋友了。No。有彩色吗？没有啦，但听头发没有彩色啊。他们恶魔好像头发都是白色的，很少有那种黑色或者是别种颜色的。你需要爬上去。就这边。别靠腰，太早了。不好意思啊，不过说真的，他说那段话大概也猜到是谁。现在是两点哦，没关系啊，这个章节打完啊，就暂时休息啊。哎呦，这什么东西？刚刚怎么有一颗球在飘啊？哎，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就掉下来了。这边。又一个 DNC 算外传哦，对啊，那个跟主线剧情完全没有关联性啊。可以把它当作是平行时空，它是一个平行时空啊。恶魔猎人迷不承认的一个系列。打死不承认。Good, finally made it. Now, 因为那时候他以那个短发的造型出现的时候，其实大家很不想承认，因为我们所想象的但丁，就是呢要长头发。但是不过现在大家应该也都习惯短头发了吧？看久就习惯了。哎呦！怎么会有杂志？封面杂志。你不用吃饭了？不会吧？这条应该快打完了啦！你看，都已经来在掉下去。哎，都已经叫我们送车服务了。前面几集绝对就是 BOSS 战了。
奇怪，这边怎么跟我们之前第一次刚来的时候好像哦？我们是又回来了这个地方找但丁是不是？可是 V 先生不是跟我们讲过说，要先把那个什么东西给解决掉啊，才有办法打倒他。忘记了。这边鸡还没演到，要打老爸了是不是？你是说维基尔要出现呢？阿白眼翁。当国王很爽吗？哇，早知道不买了。你看路上，突然看又回来了、啊，又要再找到老爸一次了。所以说这才是维基尔啊。Body? Dried up Dante jerky? Nothing? You've come here to die. He talks. Your reason, huh? I bet your parents didn't like you much, cause your name sucks. I am without a name. 还在吸一堆人的血。I am power. 后面就知道了，是不是 ？Well, no name. I'll be sure to put that on your tombstone. You will suffer and die. 那回来重打一次，这样。I'll show you dead weight. 好，那是我的手，是不是？嘎，你拿我的手想干什么？哇操！这怎么打、啊？是刺德儿，要死了！啊，倒地不起，补血。打下来，这个钻起来超痛的、欸，靠压迫了，哎，该死！干，我超想重来的，因为我的手套都破了，我的手背都破掉了。大爆喷！
time I landed something. 终于把盾打破了。Weak mortal. 弱鸡人类。Power does not course through your veins, yet you try. How dare you strike me? 快要站起来了。我的女朋友剩一个了，装机器手吗？我机器手快被用完了。哇！绝望而死。那个盾还是在啊。I shall show you my true power. What? 什么攻击啊？看没有。手臂破光光，必死，还是要回去再多修炼个几千年。触手 play。这时候但丁出现了。哇！这个炸，谁来了 ？Who dares interfere？ 哇！这个应该是他老爸哦。维吉尔出现了。What creature stands against a king？死去，对啊，老爸的头啊，黑暗中的光明，那是叔叔，是但丁，但丁不是被打垮了吗？但丁被打到爆掉了，那人包跑去哪里啦、啊？但丁在刚开场的时候就被烤爆了。这谁？黑人哥，数周前。You could have at least knocked Morrison. Yeah, I could have. I got some good news and some bad news. Pick your poison. Which you want to hear first? Just speak.Bad news it is. Lady Patty's feathers are all ruffled. See, she wants to invite you to her birthday party, but your phone is disconnected. You're a smart one, Morrison. You notice the electric and water out too? 没有钱断水断电，好可怜啊。So what's the good news? Oh, I got a gig. Cash up front. Cash up front.This, 先给钱的案子。The water needs turning on, and those toilets need flushing. 穷逼但丁。Gas and power. 哦，先给钱了。Coming out of your cut. You're a real agency now. Devil may cry. Dante, Dante, do you have any idea how many times I've tried to call? Like a zillion.
Tonight's my birthday party. Yeah, I'm turning 18. Not a little kid. 他说里面那个是谁？ 派蒂。 Well, okay, Morrison, I'll take you up on that gig, but only if you can get me out of that hellish birthday party. 这才是但丁，对啊，但丁老了，这个才是真的但丁啊。 Listen, I'm gonna find a lady in Trish. Bring him in on this. What? Come on, you don't think I can handle this gig on my own? It's a big job. Big job, Dante. Big job. You're gonna need the help. So, what's your name? I have no name. I am but 2 days old. 两天大. Just kidding. You can call me V. Okay, V. 超爱搞神秘的这家伙。 但丁恶魔化就是刚刚那个红色的。We need your help, Dante. 不是吧 ？Now that's a familiar tune. Do you have any idea? 那个不是但丁啊。I've heard that exact same line. This is special. Special. Okay. So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is one? This demon is your reason. Your reason for fighting. This demon got a name? Ha ha. 烈焰红唇.